本期话题：乌克兰反攻失利，泽连斯基为推脱责任找背锅侠，先将所有州征兵负责人解雇，之后还想撤换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纳·马里亚尔对媒体透露，截止到7月24日，乌克兰军队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大约227平方公里领土，但仅7月，乌军就伤亡了超过 2.6 万人，损失的武器装备更是不计其数。美国及西方官员坦言，乌克兰已经几乎不可能在未来取得重大进展。那么乌克兰反攻进展缓慢的因素有哪些？第一是，乌克兰军队在与俄罗斯冲突期间经历了严重的军事削弱，导致乌军军事能力不足。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大量经验丰富的士兵，现阶段的部队大多由刚刚参军的新兵组成。这些新兵只接受了简单训练便被派往前线作战，因此缺乏足够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尽管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先进装备援助，但乌克兰新兵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运用到实战中，特别是面对装备精良、经过精心训练的俄罗斯军队，乌军显得更加难以应付，部队伤亡惨重，进度缓慢。第二是，俄罗斯防线稳固，乌军难以攻克。自俄军占领乌东地区开始，先后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军事防线，包括坚固的阵地、大范围的部署地雷和反坦克设施，甚至乌军陷入了需要与俄军争夺每一栋建筑物的鏖战当中。第三是，乌克兰后方问题不断，影响前线部队的反攻。自俄乌冲突至今，乌克兰早已举全国之力应对俄罗斯的进攻，但后方的问题却不断涌现。先是传出乌克兰征兵部门街上强制民众入伍，引发巨大争议，而后又发生行贿便可离境的贪腐行为，这对于乌军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得乌军无心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日宣布，因为对腐败行为的担忧，乌克兰政府将解雇所有州的征兵部门负责人。泽连斯基指出，征兵部门在征兵过程中存在收受贿赂和逃避服役等问题，在乌前线进展缓慢的同时进行反腐调查，其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泽连斯基解雇所有征兵负责人的直接原因是想要推动征兵部门的反腐行动，征兵部门通过收取贿赂来为逃避服役者开具证明，助其离开乌克兰，而贪污者收取贿赂后在国外大肆挥霍，毫无顾忌，这无疑是伤害了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因此泽连斯基想要保持乌克兰的稳定，就必须要对腐败出手。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乌克兰政府在乌军反攻行动中进展缓慢，西方国家对此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提供的援助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此外，乌军贪腐问题的曝光也引起了西方的质疑，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提供的物资是否被乌内部人员吞并。因此泽连斯基在前线形势不利时突然发起反腐行动，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向西方交代，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乌军失利的责任归咎于腐败问题，以平息西方国家的愤怒。同时整顿军队也是乌军向外界证明他们将坚定地继续作战的决心。乌克兰政府人士传出消息称，泽连斯基将撤换目前的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并且已经开始与两位候选人及副总理亚历山大·库布拉科夫和战略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卡米申进行交谈，但还未公布最终决定。泽连斯基更换乌防长的动机是什么？更换国防部长会对乌克兰带来哪些影响？泽连斯基更换防长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列兹尼科夫在担任防长期间陷入了丑闻。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有关列兹尼科夫可能被替换的传闻了。早在今年年初，乌克兰媒体就爆出了一个消息，称由列兹尼科夫领导的乌国防部以高于市场价2到3倍的价格为乌军前线士兵采购食品，涉嫌违规采购和挪用资金。这个丑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猜测，认为泽连斯基可能会解除列兹尼科夫的防长职务。但随后，乌国防部否认了这一消息，并且列兹尼科夫亲自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指示。另一方面，列兹尼科夫被罢免也存在泽连斯基与西方博弈的可能。自从乌克兰得到西方的援助以来，列兹尼科夫与西方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在从政之前，列兹尼科夫是一位知名的律师，擅长与西方政治家打交道。在担任乌国防部长期间，列兹尼科夫为乌克兰争取到了大量的西方援助，这也是为什么泽连斯基选择任命列兹尼科夫担任国防部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正因为如此，列兹尼科夫可以被称为基辅政府中的亲美派。随着泽连斯基和西方在乌军反攻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西方对泽连斯基的态度也越来越不满意。按照西方一贯的做法，泽连斯基不得不警惕西方可能会更换乌总统。
作为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显然非常适合这个角色，所以泽连斯基正好借着贪污问题将列兹尼科夫替换。泽连斯基一旦替换列兹尼科夫，将着手对国防部展开反腐调查。新任的两位防长候选人都是军人出身，他们具备军事素养和强大的领导力。一位富有经验的国防部长能更好地为乌克兰军队制定行动计划，并清楚地了解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加以改进。然而替换列兹尼科夫也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可能会加剧与西方关系的紧张局势。失去了列兹尼科夫的私人关系后，乌克兰想要获得西方的大力援助可能会更加困难。为此，泽连斯基需要谨慎权衡利弊。为了改变前线的不利局面，乌克兰需要采取根本性的措施，解雇征兵负责人和更换国防部长并不能解决乌军提升战力的问题，必须彻底清除内部的腐败问题。这样做不但可以减轻乌克兰的财政负担，还能更好地保障乌军的权益，并优化征兵过程，使其更加公开透明。此外，还需要寻找增强乌军战斗力的方法。如果泽连斯基只是将这些措施当作推卸责任的手段，那么目前的局势不会有任何改变。清代文学家刘荣在其《习惯说》中写道，一世之不治，何家国天下之为。同样的，如果泽连斯基不能够先肃清自己内部的问题，就想要赢得与俄罗斯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西方的大力援助，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打铁还得自身硬的道理也希望泽连斯基能早日明白。